各位好，欢迎收看由江苏城视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聂琪。恐怖片里面的女主角呢，一般面色都是煞白煞白的，看着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都不敢看恐怖片。前两天苏州吴江的交警就看到了一位女司机，估计呢就和女鬼有的一拼。不对，我估计女鬼见到她肯定也得吓一跳。您看这个呢，是安徽卫视在播出这条信，有点恐怖，看过去用的就是这个图片。这开车的女子脸色是煞白煞白的，这看不出一丁点的血丝。交警一看，这司机都这个模样了，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经过仔细的观察，谜底终于揭开了。原来女司机当时呢在上班的路上，边开车边敷了个面膜。我说真是服了这一位了，您什么时候敷面膜不好，偏偏这个时候敷面膜呢？您就不怕吓到旁边的司机引发交通事故吗？我觉得看图片的这一位一定是上夜班的。不过呢，我们的记者随后也求证了一下苏州吴江滨湖交巡警支队的交警，发现其实这个消息呢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前两天吴江的交警呢的确是查获了一位面膜姐，不过不是晚上，是11月6号的早上8点多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照片。估计是觉得这个照片不够吓人，所以安徽台和网络上的其他一些媒体就误用了其他的照片。不过呢，聂琪提醒您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开车敷面膜都存在安全隐患。这万一面膜掉下来挡住视线，多危险，对吧？这要是引发了交通事故，您说这披头散发的从车里往外爬，就算120来了，也肯定被吓得掉头就跑了。